我是郭采洁，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刚收到的礼物——统一阿萨姆特调好心情之花花世界。这个包装充满了春意，让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哇，里头有三个口味的阿萨姆奶茶，有原味、岩岩芝士，还有煎茶奶绿，三个我都喝过，超好喝。然后这边还有花材，还有杯子跟调棒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花材跟原味的奶茶应该可以来发挥一下。开始营业。好的，现在我们的材料都准备好了，首先加入火龙果汁，然后加入我们的统一阿萨姆原味奶茶，接着呢加入奶盖，我们现在把它磨平，撒上我们的玫瑰花粉末，送你一朵玫瑰，实用的矢车菊。好的，大功告成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阿萨姆雪顶玫瑰，怎么样？真美，怎么那么美，太浮夸了，赶紧拍照来留念。一二三笑，没有开机。一二三笑。我们的礼盒里头还有贴纸，来把杯子装饰一下。嗯，好了，真是又好看又好喝，而且做起来一点也不复杂。来喝一口。嗯，想得到和我一样的同款礼盒还有签名照片吗？马上关注统一阿萨姆原味奶茶官方微博，参与特调好心情之花花世界的话题活动，就有机会把这个超级大礼带回家哦。看得到的春天，喝得到的春天，都藏在阿萨姆特调好心情花花世界。别走开，还有彩蛋呢。首先倒入芒果果泥，再倒入岩岩芝士，再加入淡黄色奶盖，抹平表面，撒上碎块，摆上干燥金丝菊花瓣装饰，最后放上食用孔雀菊和丝菊装饰，就大功告成喽！特调好心情之花花世界。首先倒入煮好的珍珠，再倒入煎茶奶绿，加上抹茶奶盖，抹平表面，撒上适量干燥茉莉花苞，摆上食用接骨木花装饰，最后放上适量薄荷叶，就大功告成喽！特调好心情之花花世界，春天就在你身边。还有这两杯一样是春意满满，我打算叫他们阿萨姆阿萨姆抹上煎茶奶绿，阿萨姆居下烟烟芝士，没有押韵，你觉得这名字取得怎么样？好吧，那就发挥你的创意，到评论区留言给我。那我们下次见喽。